林北才不想练太壮。常常听到很多没有什么训练经验的人，看到健美选手或者是练很壮的人，就会觉得说，哈，那好恶心啊，我不想要练那么壮，所以健身不适合我之类的。首先啊，你要厘清一件事情，就是那些健美选手或者是练得很壮的人，绝对都是经过数年甚至是十几年才有可能达到那样的体态，而且呢，饮食跟训练强度绝对都是精准的，这根本不是一般人可以达到的。如果啊随便练一练就可以那么壮的话，那真的健身房里面全部都是巨巨的。所以而且经过研究显示，一般人就算是努力训练，饮食营养都到位，一个月顶多也就增加 1% 的肌肉而已。肌肉啊永远是长最慢的，而其中的雄性激素，也就是肌肉生长的关键，因为女生天生的雄性激素大概只有男生的1/15，所以对于女生来说啊，肌肉要生长是相对更困难的哦。所以不要再说我不想要练那么壮，因为你根本不可能练那么壮，这实在是对一般人来说太困难。现在呢，可以关注戴哈里你的体修教练，和你分享更多的瘦身知识，让你越来越帅气、美丽又健康哦。